黄晓明和 Angelababy 结婚6年，已经有一个4岁的儿子小海绵。不过最近关于两人的婚变传言不断，但两人都没有正面回应过。28号却突然同步在微博宣布离婚消息，正式了结束婚姻关系。黄晓明在文中写下：“感恩过去所有，未来仍是家人。”后面还标记 Baby 的账号，而 Angelababy 也发出同样的内容，互相标记官宣离婚。留言区一下子就涌入数万则留言，粉丝大多表示祝福，希望两个人未来都能更好。也有网友感叹：“当年那场让人羡慕的世纪婚礼都还历历在目，如今又一对童话夫妻走散了。”随后，杨颖工作室也发出声明写下：“杨颖和黄晓明决定和平分开，结束婚姻关系。”两人也于日前办理相关手续，未来将共同抚养孩子，陪伴孩子成长。为了保护双方家人，未来将不再对此事做回应，如果有恶意造谣者，也会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选在春节前官宣离婚，也让大家很是震惊。